If you love him, send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send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今天是2024年的2月21号，纽约，我来了。这个出口是去坐那个 Uber。整堵墙画的都是纽约。纽约一共有三个机场，这个是拉瓜迪亚机场。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句话出自于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拍摄于90年代。当时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正在德国留学，还没去过纽约。纽约，美国人眼里最不美国，外国人心中最美国的地方。它也是富裕与贫穷、高楼与破旧共存的地方。10000个人眼中有10000个纽约。这次我想以一个临时纽约人的视角，去体验纽约的生活。这是我第三次来纽约，打算在这里住1个半月，希望能给大家介绍我眼中的纽约。曼哈顿岛啊，它分为3个区，上中下。我呢是住在中区东面的一个公寓里，这里离纽约帝国大厦很近，走过去也就5分钟，所以也算是曼哈顿的中心地带吧，出行很方便。啊，这个我住的是这个33号这个楼，这个楼已经很老了，这个楼是1950几年建的。在当时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的楼了吧，都好几十年了。你看这个帝国大厦，从这里走到帝国大厦呢，也就是5-6分钟就到了。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帝国大厦它也是在曼哈顿的中区，也就属于中心地带吧。我在曼哈顿呢，就住在这栋大楼，33号。看到这里有个老的这个美国的油桶，这个倒很有意思。今天天气好，这个就是我住的这个楼。他们这里也有广告，我是正在出租的。这栋白色的公寓楼，但是这个楼的1楼呢，就是一个小超市。我等会儿去那买点菜。这叫 Trader Joe's， 这个超市不大。一个小超市，就是附近这一带的居民来这儿买菜吧。
葡萄2.49一盒，这小番茄是2.99一盒，这也是2.99一盒。它这个真豆跟我们加拿大不一样，它这个青椒红椒呢是1.29一个，我们那边是按磅来卖的，它这是一个。你看这个黄椒是1.29一个，这茄子是1.79一个，黄瓜1.69一颗。这个鸡蛋便宜的呢是2.99一盒，有12个，这个是大个的鸡蛋。橘子汁这都是标的价，都是一瓶的价钱，5.99一瓶。这个纸盒的就是3.49，这个是加工好的生菜，它已经放好调料了，回去捞一下就可以吃了。这个价钱是每一盒的价钱。这个杯狗是2.99一袋，这一袋有6个，这个价钱还不算贵，跟加拿大也差不多。刚刚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这个就是奶酪蛋糕，是这个店自己做的，它叫做 New York Cheesecake。等会儿我一定要买一盒，这个是7.99一盒。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点心，它是绿茶口味的，这是 mochi， 叫米薯，好像叫什么来着，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们多伦多有很多也有卖，只是它这个是冷冻的，4.99一盒。这是一整只的走地鸡，这个是$16。这只走地鸡的重量是5磅多，将近5斤吧。这一盒切好的牛肉，他们这些人买回去一般是拿来炖这个牛肉的，这是1磅多，是12块多。鸡胸脯肉7.99一磅。这一盒是火鸡的肉末，火鸡肉末它呢价格是4.49一盒，454克，也就一磅吧。这个黄色的这盒是柠檬黑椒鸡，已经是熟的，回去热一下就好了，它的调料都在里头了。这么一盒呢是7.99，它的重量是340克，不到1斤。这蓝莓是3.99一盒，这个工作人员刚刚才上了这些水果。这一盒是4.99草莓，这一盒是哈密瓜这样的甜瓜，3.99一盒。这里还有西瓜，这个 cauliflower 这一颗是2.99，这个中文叫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这是不是叫花菜？哦对，花菜。看到这里有 Italian sausage， 就是意大利风格的香肠，这我比较爱吃。它一盒呢是6.49，我现在也拿一盒回去。哦天哪，这个排队交钱，这么长的队伍。那么等会儿付款呢，我就用我从加拿大带来的加拿大信用卡，就来付款。就在这个小超市 Trader Joe's 的对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墨西哥人自己在这摆了一个地摊卖菜的。他这里的水果蔬菜呢都比较便宜，这个原生菜是1块钱一颗。看他这个芦笋呢是2块钱一把，又跟他买了2盒蓝莓，他是1块钱一盒。我就觉得美国的蓝莓好像比我们加拿大的便宜。他在这里应该开了很多年了。刚才和那个 amigo 那个墨西哥人开的这个小店儿、小地摊，跟他买了这几样菜，这几样东西吧，2盒蓝莓，一个生菜，一扎芦笋，这是$5。这几样确实是比我们加拿大便宜很多。在加拿大你要在超市买的话，起码10几个加元才能买下来。
这是我刚刚从这个纽约曼哈顿的中区的一个小超市呢买回来的这几样东西。这个我把它拆开了，这是 cheesecake 奶酪蛋糕，意大利香肠，然后呢就是这个鸡肉，一块三文鱼，还有鸡蛋，还有一个小的咸饼干。这个鸡蛋当时那个帮我装袋的那位中年大叔啊，人特别好，他怕这个鸡蛋散了，还给我就是包，还给我绑上。这是今天买菜的价钱。35.34块买了刚才那几样。这是我今天买回来的三文鱼，现在正在煎这个三文鱼。我在纽约住的这个小房子吧，它这个公寓楼呢是用煤气的。这是我在纽约开始我旅居生活的第一顿饭。这个是刚才买的芦笋，所以我也给它煎一下。我在纽约的第一顿饭做好了，比较简单一些哈，三文鱼和这个芦笋。今天我现在走去地铁，这个是帝国大厦。现在就到了这个地铁站这里，就这个小楼梯下去。这个是6号地铁站，在33街这里，这个是往上城开的，因为它曼哈顿岛是南北走向的，所以呢，它的地铁要么往北，要么往南。现在来到这个地铁站了，这里有机器，我准备买一个30天的月票，它是131美元，可以用30天。这里有3部机器可以在这买，我是刷的加拿大信用卡，但是很郁闷哈，刷了第一部机器它坏了没有通过，又刷了第二部也没过，最后刷了第三部，然后呢它才通过。当时我是求助于这个在这里工作的这个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他是帮我一起刷的。后来他就跟我说：“哎呀，他说这机器太老了，他说经常刷不过的。”但无所谓，我还是终于刷过了。现在我就刷这个卡进站。我昨天也是刷了好多次都进不去。哎，又进不来了。又进不来。现在在等这个地铁。地铁来了，这6号线的地铁。